不敬之人，必将得到惩罚。 不过须臾之梦。
记住你了。
处遁逃。维达，到你出马。断绝。慢点吧，我会保护大家。哼，哎。头奖了，微光无赦。光彩熠熠。无处遁逃，哼，卷唱开始。哼，微光无赦，好像有点痛了。
浮世景色百千年依旧，人之在世却如保护大家，梦言吧，来我家做客吧。好运当头，道光亦是永恒。记住你了。傲影看破，梦言吧。剪唱，对不住了。是殿堂，记住你了。好痛啊，我现在有点痛啊。芭芭拉冲呀，中头奖了。对不住喽。水舞兽，记住你了。无处遁逃，梦魇吧。中头奖了。准备好了吗？顶得住，打起精神来哟！记住，不明白。剪唱，无念断绝，有点没力气了。
光无色。古里，倒影看破，肃清阻碍。好像有点痛啊，我会保护大家。对不住了，我走心了。住你了，被打晕了，微光无色。哼，嘿，肃清阻碍，太极剑。精神来哟，对不住了。哎，生命终有尽时。我会保护大家。讨厌，芭芭拉冲呀。
打起精神来哟！夹，哈，嘿，哇哦，嘿，呵，嘿，蔓延吧。Yeah.
卷唱开始，呼，嘿，哦，嘿，呼，哈，芭芭拉冲呀，呼，嘿，对不住喽，好运当头，哦，斩！呼，哼，嘿，嘿，加，嘿，呼，好像有点痛啊。打起精神来哟，嘿嘿，呼，哈，知识与你分享，好像有点，嘿，好，呼，嘿，好，呼。果汁流派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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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咚锵睁眼，咚咚锵唏嘘。哎呀，不好不好，还要练多点先。好亮哦，这批货！
老爹，我回来了。马上就到烟花会了吧？各家各户的烟花都张罗得差不多了。这两个人没见过呢，是新朋友还是客人？啊，都算吧，他们是前不久才到这里来的，既然来了到期，不看烟花怎么行呢？不管怎么样，找个地方歇歇脚吧。我长眼猿龙之介给你们讲讲长眼猿家的悠久历史。哎，这个先等会儿，老爹，我有事情问你。很久很久以前。老爹又自顾自地开始讲故事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老爹以前受了伤，那之后耳朵就不太好用了。却在偶然中，但刚刚的对话好像微妙地成立了呢。然后呢，人们又花了好长时间才明白，有一种矿石，它的粉末能燃出很漂亮很漂亮的颜色。老爹，老爹，先等等。怎么了？之前订购的那些做烟花的材料已经送过来了吗？昨天的烟花都发出去了，前天的也是，大前天的也是。不是，老爹，我是说材料，之前订购的材料。嗨，今天的也做得差不多了，不用担心，你老爹的手艺还没退步呢。不是，是材料，做烟花需要用到的材料，矿石。是什么？矿石材料。矿石材料。对对对，矿石材料。啊，对不起，终于传达到了，我有点激动，嘿嘿。材料的话，还没送过来呢。具体原因好像过来说了一下，但我没听清。没关系没关系，知道这个就行了，那就晚点再做，等他们送过来，老爹记得要收一下。嗯，放心吧。不好意思，可能有点吵到你们了，如果有什么事要问老爹，就会像现在这样有点麻烦。经常有人这么说，老爹因为听不清，所以从不和别人争论，也不否认别人的话，总是乐呵呵地听着。小的时候，我以为是老爹他特别理解我，觉得我说什么都是对的，所以我什么话都会和老爹说。后来我知道了，老爹乐呵呵的只是因为他听不清楚，不过我还是每天都给他讲故事。哎，这又是为什么？光是看到老爹笑我就很开心啊，这样他也不会寂寞吧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既然材料还没送到，烟花会又近在眼前了，我们得想想别的办法。那个，萧公，是你回来了吗？你别吓唬人呢，不是让你别随便说话吗？对不起。你等我一下，我现在过来。没有人在看这边，出来吧，到侧面来。幸好刚刚没有惊动天岭奉行的人，不然我们就都有危险了。是我太心急了，但我听到你回来了，我就……放心吧，硕次郎，至少目前一切都在计划之中。我们等下会去找做烟花的材料，顺便也会搞定船的事，就是之前答应过你的。谢谢你，能帮我这么多。他是我们家以前的顾客，前段时间刚刚从外面逃回到期，结果在偷渡的时候被发现了，现在正在被天岭奉行通缉。
鸡。你也小点声了，别引起不必要的注意。被抓到的话，说次郎不知道会被判什么罪。为了让他避开这个风头，只能想办法找艘船把他送出去。是啊，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办法，但现在没那么多选择可以挑了。要是一不小心翻了船，那就溺水很可怕的。这么危险的话，当初不回来不就好了吗？因为有不得不做的事。可是我一回来就听说了很多难以置信的变化，本来我下定了决心，但现在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也不想多给萧公和龙之介先生添麻烦，他们能收留我，我就很感激了。没关系没关系，不用客气。还记得我说的话吧？只要有我们家的纸条，就一直是长野园的客人。纸条？嗯，之前孩子们拿到的也是同样的东西。只要是想要纪念某件事而来定做烟花的客人，我们家就会附赠一张纸条。纸条的内容只有我们家的人能看懂，是制作这种烟花的具体配方。只要看了这个纸条，无论是过了10年还是100年，长野园都能保证做出和当年一模一样的烟花。哇，感觉很帅的样子。家里的老传统了，只要是老顾客都知道。嗯，那时候还是我的爸妈找龙之介先生做的烟花，现在想来也有20年了吧。唉，实在想不到现在会变成这样。没关系啦，只有实在迫不得已才需要乘船逃离到期，我还会帮你想其他办法的。如果能留下来，那当然更好了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只要是客人找上门来有事相求，就不能让他失望而归。谢谢你，这样我就还能有点时间再考虑考虑。好了，也不要在外面站太长时间，快进屋去吧，等我有了消息再回来告诉你。嗯，太麻烦你了。明明是土生土长的到期人，却得不到回来的许可。对了，你们也是最近才来到期的吧？是怎么获得许可的？在靠勘定风行的大小姐中千里的帮忙，才顺利到了这里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有大人物帮忙啊。那看来对硕次郎也没什么参考价值了。要是我们的奉行中能通融一点就好了。哎，你们去过的地方应该都不像道奇这样吧。唉，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要想办法帮他的忙。不好意思，本来是邀请你们来看烟花的，结果现在不得不东跑西跑。如果你们觉得麻烦，可以过一会儿再来我家找我，我一个人去搞定材料和船的事。那太好了，我们先去帮硕次郎准备船，边走边聊吧。对了，方便问一下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吗？是他把我从水里救了起来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开始旅行了。怎么了吗？没什么，只是很羡慕你们的关系。嗯，要是我老爹身边也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人能。你一脸激动的样子。因为更衣，我来了。怎么样，船的事情还顺利吗？啊，还行吧。虽然免不了被人盘问。等等，在外人面前讨论这个真的没事吗？没关系没关系，他们是我的朋友，信得过。我们都是为了船的事来的。嗯，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。原来如此，抱歉，不是怀疑你们，只是以防万一。船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但我不能大摇大摆地把它划到附近。哎，这是为什么？
因为锁国令嘛，天岭奉行现在对船过分敏感，就连很小的小船都要盘问用途，很麻烦。我明白，真的很抱歉把你卷进来。嘿嘿，客气什么，你愿意找我帮忙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这次又麻烦你们家做烟花了，这艘船就算是我的谢礼。那我这就去把船弄过来，你们稍微等一会儿。嗯，谢谢你。如果你顺路的话就去我家取烟花吧，都是按纸条上的记录做的，非常完美，一点不差。好嘞，正好烟花会很快就要开始了，也给你的新朋友们见识见识吧，这可是到期的特色。本来就是这么打算的。哎，要不然干脆你给他们讲讲你的过去，就是你第一次来我们家定制烟花的故事。这个就说来话长了，我想想。哎，要不然我先把船运到附近再说吧。哦，对对对，哎呀，聊到兴头上了。你先去忙吧，小公，等会儿还在这里见。幸好被他提醒，不然又要因为聊天耽误事了。前几天一直在赶工做烟花，没什么时间和别人聊天，都快憋死我了。嗯，老爹虽然很喜欢听我说话，但因为耳朵不好嘛，很难给出一些让人惊喜的反应。又扯远了。我想说的是，趁更衣去准备船的时间，我们可以去找找看烟花的材料，不只是要帮你们做，还要帮找大河妖的孩子们和硕四郎做，材料缺了很多。那怎么行呢？不用在意我。其实每年的烟花会都是这样，会接到很多中途插进来的订单，会放烟花的人都是为了纪念某件事，这种纪念错过了说不定就没机会了，所以就算再忙也要全部答应下来。所以你是想说你很享受这件事？享受是很享受了，生在烟花世家，好像从小就迷恋了这种砰的炸出光来的感觉。但其实我想说的还是，不用担心我，没问题的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只是和烟花一样，感兴趣的话题也是稍纵即逝的东西，一定要在有兴致的时候说个痛快，不留遗憾。接下来跟我去城里转两圈吧，我打算去找熟人碰碰运气。轮到我发问了，你一直都在说话，嗓子不会难受吗？会有点不舒服，但嗓子也就是用来说话的吧。也有道理哦。这几天的工作还顺利吗？小姑，我就知道你果然来了。寒暄就不必了，是来找烟花材料的对吧？我专门给你留了一袋，数量肯定是够了。哎，真的吗？为什么你会知道？每次临近烟花会，你就会到处打听有没有矿石材料有急用，我都习惯了，你总是要做计划之外的烟花。抱歉，每次都麻烦你。哎，瞧你这话说的，就算手上的生意不做了，你提的要求我都不能拒绝。这边的两位难道就是这次的委托人吗？小事小事，用不着客气。之前我和我孩子吵架的时候，还是萧公出面安慰他的呢。我真是不擅长和他打交道，要不是萧公，他说不定会离家出走。不会的，他是个心思很细腻的孩子，很在乎你的感受，只是他也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表达。如果你的表情不要那么凶，他可能也不会紧张。大概是我平时对他太严肃了吧。明明和外面的人聊天，我觉得我没什么架子呀。没关系没关系，人人都有不擅长的事嘛，以后要是还有类似的麻烦事，来找我就好了。
就算不是烟花的委托也没关系，顾客至上嘛。好的好的，怪不得大家都夸你是个好孩子，龙之介先生肯定也很欣慰吧。那矿石就尽管拿去用，摩拉就不用付了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这肯定不行。没关系了，就当是我给你的谢礼，不用客气。但人情是人情，做生意要讲规矩，可不要为难我啊。有什么关系，你就收下吧，接下来你还有很多其他事要忙，对吧？那这样吧，就不用付摩拉了，我记在账本上，以后来我这里做烟花都用这个抵扣。哎呀，你这孩子真是。行吧，这样也好，帮我给你老爹带个好，祝他身体健康，能一直乐乐呵呵的。你也注意身体，别那么拼了，当心老伤复发。萧公很受欢迎呢。想要纪念什么的时候，自然需要一些又热闹又漂亮的东西，但我觉得是大家的信任更重要，要是没有客人的光顾，我家的生意就做不下去了呀。总之现在矿石材料到手了，接下来就去找人加工吧。这样材料的问题就解决了。先生，我来了。啊，是萧公啊，要是我没猜错，是烟花材料的事，对吧？看来大家都知道萧公你在烟花会之前会很忙了。很抱歉，但能不能稍等一会儿，正好武器的订单也堆了好多。这个没关系，不对，也不是完全没关系。哎，这样吧，你需要帮手吗？只要做完这些武器的订单，就可以帮我加工矿石了吧？这得看师傅是不是答应。没关系的吧，天木先生，你也知道的，长野原烟花会马上要开始了，我到现在还有好多人的烟花没有做，如果没做好的话。还是这么吵闹啊，小丫头，天木流的锻造讲究耐心与全力以赴，倘若内心急躁，一定会反映在断出的刀剑之上，有人在旁边等待与催促，只会乱了阿创的心神。但是这是很特殊的情况，长野原烟花会就在眼前，所以矿石交给我吧，我来加工。哎，师父要亲自上手？不要大惊小怪，这是唯一的办法了吧？谢谢天木先生愿意帮忙。不客气，长野原烟花会是很重要的事，我也明白。再加上以前龙之介很关照我的生意，我没有理由不帮忙。不过萧公啊，以后还是要更有计划，不要每次都搞得很匆忙。我尽量。以后我会准备更多材料来应付突发情况的。哎，不过对你来说，就算准备再多也不一定够用吧。总之等我一会儿。不愧是田木先生，看着颗粒的形状和粗细，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太漂亮了。就算很久没有看你拿工具了，手艺还是这么精湛。那当然，从小学到大的东西想忘掉都难。很久以前天木流就和长野原烟花会在合作了？那时候是我的师父和龙之介的爸爸，虽然人换了一代又一代，但烟花要的东西都差不多。阿创，以后就轮到你做出这样的东西了。
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那就不多打扰你们了，别忘了去看烟花哦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现在更衣可能还没有回来，我们先过去等他好了。果然他还没回来，不过没关系，我早就想找个机会和你们好好聊聊天了。一直都在跑这跑那的，辛苦你们了。不过这一路上还挺顺利的，幸好大家都很照顾我。感觉一路上好像都没有什么我们说话的机会。我也觉得冷落你们了，所以才想找现在这样的机会。第一次相见，匆匆忙忙的，不方便坐下来聊天。哎，你们是旅行者对吧？来到期之前你们都去了哪些地方？真好啊，我听说那里几乎没有规则对吧？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快快乐乐的生活。哎，我的老爹啊，以前收到了老顾客的礼物，是那个什么酒庄，晨曦酒庄，蒲公英酒很出名的。对对对，就是那个。很少看到我老爹喝酒喝得那么开心，给我讲了一晚上那酒的滋味有多好呢。我听朋友说过，有想法有意志的人才会踏上旅途，可能是为了某个风景，也可能是为了某个愿望。你们又是为什么踏上旅途，还要闯过风暴来到我们这里呢？还有向神明寻求答案，因为神的原因和家人失散了。很难受吧。我明白了，既然这样就没办法了。本来想邀请你留下来的，留在稻妻。稻妻和外面的世界很不一样，这里追求永恒，换句话说就是风平浪静，很少会有变化。这样有一个好处，如果走累了的话，这里很适合休息。可能不太好懂，我只是担心你会比较累，可能走着走着就忘记启程时的想法和感情了。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吧。疲惫的时候做事总会觉得不顺手，如果太累了，就算是去玩耍可能也高兴不起来吧。我的一个冒险家朋友告诉我，如果只想直奔终点，可能会浪费旅途上的机遇与感动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会想办法让你感觉到轻松开心起来的。你已经来了，就算最后还是要走，我也要让你留下一个好的印象。说不定等你找到了家人，会觉得稻妻是最适合当家的地方呢。要送给你们什么颜色什么规格的烟花我也有想法了，这里就让我暂且保密吧。小公，我回来了，久等了。我们去船那边吧，还是说你们要再聊一会儿？那好，我们走吧，不要太张扬，不过也不用显得太鬼鬼祟祟，都容易引起怀疑。能接受住外海雷暴的船应该很结实吧？那是当然了，质量完全可以放心。没办法，这是我能搞定的最大最结实的船了，用的木头全是稻妻最好的。我明白，如果要用这个闯进雷暴，说实话还是太危险了。我也希望硕四郎不会用到它，这只是应急手段。不过感觉更衣你的手艺又进步了。就别夸我了，还要多亏我的兄弟们愿意帮忙。为了不被发现，我们各自加工各自的材料，在晚上偷偷组装起来。这个尺寸已经是极限了，再做大一点，绝对逃不过天岭奉行的审查。那船就暂时藏在这里，我回去告诉硕次郎，
他也需要做一些出航前的准备。我突然有点担心，做这样的事，你们在天领奉行的眼里不就是共犯了吗？那又怎么样，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有心理准备了。我家和摄奉行还算有点关系，来往很密切，要是到期想举办什么活动，另外两家奉行也会有委托过来。只要我明面上客客气气的，不要搞得太嚣张，他们一般也不会来找麻烦。而且说共犯的话，你们不也帮了很多忙吗？也是啊，感觉已经脱不了干系了。原来经验老道，还以为你们会担忧呢。好了，这次真的非常谢谢你，更衣。烟花我已经做好了，你方便的时候去我家取就可以，顺便找我老爹结算一下船的制作费。哎，别提什么制作费，要是三姐看到我收了你们家的钱，肯定骂我不懂事了。三姐，我来解释，我来解释，这也是我老爹告诉我的。以前道西有个商会，人丁兴旺，特别繁荣，一起出生的孩子有十几个，他们也是从小跟着家里人学做生意，到处跑，大家关系都特别好。终于到了有一天，他们都要独自开始做生意了。那既然是做生意，难免去到天南地北，以后相见的时间就少了。对，那时候我们的大哥就提议在分开之前一起看场烟花吧。大家都是很有志向的人，对生意都有自己的理解，留在道期的慢慢就只剩下更衣一个人了。虽然很难再相聚，但只要有人回来看烟花就少不了的。是啊，再好的朋友分别久了难免有隔阂，但在烟花之下一下子就能回到小时候的状态，无话不谈。这样的记忆对我们来说就是永恒不变的。原来是这样，这就是萧公之前说的纪念吧。嗯，就是这么一回事，所以我才不能辜负大家对烟花的期待。好了好了，还有树四郎的事呢，那我们先走了。更衣，谢谢你的船。嗯，我也要走了，我可不想被人抓个正着啊。说起来，更衣每次带着商会的朋友来看我，他的朋友都会说小时候陪我玩还抱过我的事。但所以有一次他又带了陌生的朋友来我家，那人问我对他还有没有印象，我就说有的有的，小时候你陪我玩还抱了我的嘛。结果更衣哈哈大笑，说这是他的木匠朋友，只是看起来比较老，实际上只比我大几岁，搞得我满脸通红，不停地道歉。哎呀，那次真的太尴尬了。船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位置我帮你标记在地图上，建议你提前准备好干粮和水，有备无患嘛。好不容易回来了，真的不想再逃出去，而且只靠一艘小船就闯入爱海的雷暴，凶多吉少，但被天领奉行抓住也是差不多的下场。我觉得他们迟早会搜查到这里来，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对不起，如果他们真的来了，我会提前逃走的，不会给你们家添麻烦。不用这么想了，
就算出了问题，我想些办法也是能搞定的。但如果真的被天岭凤行追到绝境，你就往船的那边跑。我不会被他们抓住的。但是，这最后不就变成白跑一趟了吗？你这么想要回道七，是有什么事要做吗？以前我很不喜欢道七，就离开了这里。但现在想想，离开不过只是在逃避责任。我意识到这件事之后，就心神不宁，一直回想起被我扔在道七的人和事。我，算了，不说了，反正现在也晚了。本来想回来弥补心中的遗憾，却落到了现在这般下场。这样啊，如果和我们讲讲的话，我们说不定……哎，真是的，要是没有什么锁国就好了。没关系，我们不会打扰你。在你下定决心做了断之前，我尽量帮你再争取点时间。天岭奉行，天岭奉行，只要他们不要乱搞事，就应该还有办法。哦，对了，烟花店的老顾客里有一对老夫妻，他们的儿子在天岭奉行好像有点地位，去找他们，说不定能在这件事上通融一下。这会不会反过来被举报啊？没事没事，他们是特别好的人，我知道的，没有问题。那你再去屋子里藏着，我和他继续就来。走吧，我们走，时间不等人。不对不对，还有烟花，烟花的材料，那么多人的订单。老爹，老爹！哎呀，算了算了，老爹，我给你写个纸条，烟花的事就交给你了。刚刚为什么要打断我？他需要的不是答案，是时间呀。这不是萧公吗？快来快来，进屋坐坐。这边的是你的朋友吗？对啊，是远道而来的旅行者，现在有外人到道七来很不容易。是啊，现在情况特殊，不过既然来了，我们作为本地人就要好好招待。嗯，对了，你们两位之前订的烟花我也带过来了。哦，谢谢啊，每年都要麻烦你们家，先是你的爸爸，现在轮到你了，不知道有生之年能不能等到长野园烟花店的下一任接班人呢？没问题的，两位现在身子骨这么硬朗，就别说不吉利的话了。哎，身子这东西确实不如以前了。以前种田挑水什么的一点都不费劲儿，现在稍微干点活就腰酸背痛的。昨天本来想把杂草除一下，结果弯下腰去就有点直不起来了。这样啊，没关系，交给我们吧。哎哎哎，别别别，
好不容易来一趟，怎么能让你们干活呢？我去拿点心和茶，边吃边聊吧。没关系啦，我不是总来帮你们做家务的吗？最近是因为烟花会的事在忙，之后我还会经常来的。对我们来说是小事情啦，不用客气。哎呀，你们就是懂事，不像我家那孩子，也老大不小的了，还是一个人，也总是不回家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这里还腌了点咸萝卜，你能顺便带给村那边的小葱吗？好啊，我们去去就来，跟我来吧。爷爷奶奶腿脚不利索，我们帮帮忙吧，先除草，再去送咸萝卜。这样，这下就差不多了。葱叔叔在村另外一边，我们过去找他吧。葱叔叔你好，最近身体怎么样？还是老样子啊，没什么变化。你看起来也还是那么活泼啊。大家的福嘛，我家的生意越来越好了。上次卖到梨月去的烟花，听说广受好评，估计之后的订单又要增加了。那你不是更辛苦了？和龙之介先生还忙得过来吗？实在吃力的话，记得叫我帮忙哦。没问题啦，烟花的事情可以自己解决。对了对了，这是乡里奶奶托我给你送过来的咸萝卜。哎呀，真是谢谢。本来我以前都吃不惯咸萝卜的，尝了他的手艺可就忘不掉喽，现在都成我们家里人的习惯了。哎，家里现在都还好吗？好啊，不过偶尔也会闹闹脾气吧，家人不就是这样吗？我觉得有亲人一直陪在身边，就算有矛盾也比一直见不到面要好。虽然叔叔阿姨的感情很好，但孩子总是不回来也挺孤单的吧？看上去其实也不会，他们好像已经习惯这样的日子了。不过你说的也很有道理，那我以后多来看看好了，至少有人能聊聊天什么的，就不会无聊了。好啊，干田村的大家都希望你能多来看看呢。谢谢啦。事情都干完了，那我们回去找他们聊正事吧。
不愧是年轻人呐，干事情就是利索。年轻人的精神用不完，老人见多识广，经验丰富，各有各的厉害之处嘛。说起来，今年就正好50年了。是啊，一年一年这么过去，其实没什么明显的感觉，但一晃眼就50年了。50年是什么重要的日子吗？那就要讲50年之前，这老婆子追我的时候。在外人面前乱讲什么？明明是你发了疯的追我，好不好？啊，那这一段略过去，不讲。总之，就是在那年的长野园烟花会上，我向老婆子求了婚，然后就一起过日子了。其实本来也没下定决心的，抱着有点犹豫的心态找长野园做了烟花，烟花升起来就到那时候也不知道要怎么开口，结果声音砰砰砰的，烟花点亮了天空，再看他的侧脸，那眼睛啊，倒映出烟花的光，闪闪发亮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回过神来的时候，我好像已经开了口，他还答应了我。50年说长也长，说短也短，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，但携手走过50年，也值得纪念一下吧。我之前不知道是50年这么特殊的日子，早知道应该给你们做一个特殊的豪华版的烟花。哎，不用不用，就是以前的那种就行，每次烟花会都看，看不到才会不习惯呢。只要看了烟花，就能想起那段日子，哪怕是上了年纪，也不会觉得自己的过去有什么遗憾。他们的感情真的很好呢。对了，我们的事先不提，萧公，你现在应该忙着办烟花会吧？到我们这里来，是有什么要紧事吗？哦，其实是个比较难以启齿的事，我先给你们讲讲吧。硕次郎，他回来了。哎，你们认识他？那是我家孩子小时候最好的朋友啊。唉，那时候他们一直一起玩，从小到大无话不讲，到处跑，到处看。结果呢，有一天突然吵了一架，吵得很厉害。我记得那时候的硕次郎想要去外面的世界看看，他觉得道气太安稳了，可是我们家那孩子家佑从小就和我们一样，觉得安安稳稳的没什么不好。小孩子嘛，就是会因为对错而争论得很厉害，最后硕次郎就一气之下独自离开了。原来是这样。那之后，家佑虽然什么都没跟我和老婆子说，但能看出来他很伤心，但心里的想法又不愿和我们讲。后来不知道是赌气还是什么其他原因，他就去了天岭奉行，很少回来了。其他的嘛，我们跟家佑好好说说，他应该是会帮的。但如果是硕次郎的事，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插手。没想到这么巧。我明白了，我问硕次郎他为什么回来的时候，他也不愿意细讲，只说是以前犯了错，
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下不了决心了。明明是童年挚友，现在一个是天岭奉行的人，一个在被天岭奉行通缉。没关系，既然这样的话就不打扰你们了，我们会帮硕次郎想想办法的，两位也不用勉强，这件事还是留给硕次郎和嘉佑自己去处理吧。嗯，要是他们的关系能和好如初就好了呢。那么多年之前的争吵，现在也应该放下了。这样就没办法了，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硕次郎吧。
过须臾之梦。丫头，不好了，刚刚天岭奉行的人来过了。哎，为什么？他们这就知道了？老爹，你没事吧？他们没对你做什么吧？我说了，烟花会房子里都是烟花，不要随便进去看，免得火灾。但他们不听，就觉得硕次郎那小子藏在里面。不过幸好硕次郎提前听到了动静，翻窗子跑掉了。天岭奉行的人没有在这里抓到他。哎呀，这就麻烦了，硕次郎现在应该还在犹豫不决。老爹，你看到他往哪儿跑了吗？我觉得天岭奉行的人一定会追上去的。对对对，名字，这么突然的就来抓人，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家佑，不然只是因为偷渡，应该还不至于这么兴师动众。不行啊，我耳朵不好，也没看到。你们想问方向是吧？他们出城去了。名字我没听到，唉，真的没听到。名字的话，我好像听到了。我刚刚又从朋友那里拿了点矿石，送过来的时候刚好撞上。领头的那个好像就是你们说的，叫做嘉佑。果然是这样，谢谢你。如果硕次郎还是没有下定决心，两个人见面不仅不能解决问题，还会让事情变得不可挽回。这样肯定不行，跟我来，我们沿路打听线索吧。嘿，哎，是松坂他们，问问。萧空姐姐好，对付大河妖的武器萧空姐姐做好了吗？啊，那个我已经拜托给龙之介伯伯了，等会儿你们就去找他拿吧。啊，难道姐姐不陪我们玩了吗？对不起，姐姐还有些重要的事，会稍微晚一点回来。下次给你们带糖果吧，就是你们喜欢的很甜很甜的那种糖。好，又有糖吃了。对了，我有个事想打听，你们刚刚看到了一群看起来很凶的叔叔经过这里吗？有的有的，他们好像在抓什么人。他们是不是也在抓妖怪啊？没事，你们不用担心，是叔叔他们误会了。你们听话，留在城里，等烟花会开始了就和大家一起玩吧。嗯，会好好听话的，萧公姐姐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。看来就是这个方向没错了，我们继续追吧。如果硕四郎还是没有下定决心，我就不得不帮忙。看，那边有天岭奉行的人，应该就是那里。前方正在执行公务，禁止通行。硕四郎和萧佑就在里面对吧？我们有事情要找他们。听不懂话吗？说了禁止通行。哎，真碍事，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记住你了，
行行，打起精神来哟！等下有点痛。点燃隐形。哎，行行，搞！哎，暴影看破。你们胆敢妨碍公务，好大的胆子！这种行为，天灵风行定会严惩。就算你们逃到天涯海角，也休想逃脱制裁。说的这么吓人，跑得比谁都快。没时间耽误在他们的身上了，我们继续往里面走吧，应该就在里面了。你的剑技很久没有提升了，说次郎，你明知道和我决斗是不可能有胜算的。我没想到最后会落到你的手上。我认了，这就是命运吧。我已经没什么想说了，但至少你回来就说明你最终还是认同了我的想法。随你怎么说吧。跟我回天岭奉行，听候发落，这艘船的制造者也逃不过惩处。等一下，为什么就这么决定了？你们没有更多的话要说吗？我知道你是长野原家造烟花的那个姑娘，早就知道你爱管闲事，但这件事和你无关。没事的，萧公，过去的事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那你辛辛苦苦不惜偷渡也要回到道期是为了什么？犹豫那么久又是为了什么？不就是想要现在这样可以好好说话的机会吗？我没有话要和他说，他是犯人，我是天岭奉行的执行者，本来就没有交谈的余地，只是念在旧日的友谊，我给了他与我决斗的机会，但他的剑技还是像以前一样不争气。为什么要说这种话？别再骗人了，你把你的手下都留在了那边封路，这里一个跟随的人都没有，不就是觉得可能还有对话的机会吗？明明两个人都是一副有话要说的样子，为什么就是什么都不愿意说啊？自作多情，你又懂什么？行了，萧公，我觉得只是我一厢情愿而已。不行，明明什么都没做，当然不行。既然这样，嘉佑，你习惯用决斗解决问题，那就跟我决斗吧。只要我赢了你，你就要说出你的真心话，不要再把自己藏起来了。硕次郎，你也是，我赢了的话，你就把你回来的原因告诉他，无论结果如何都一定要说出来，不说的话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那如果你输了呢？我输了，那我就承认我是硕次郎的共犯，任凭天岭奉行发落。萧公，那我接受了，一决胜负吧。长官，我们来支援你了。怎么还有援军？不是决斗吗？那我们也要帮忙，不能让萧公一个人。行行，威水武兽，记住你了。行行，无念，断绝。头，他们真的很强，我们还要找更多的兄弟来支援。退下。哎，不是让你们不要闯进来吗？都给我退下。是是，不好意思。我觉得你这个姑娘跟当年的硕次郎一样固执，你为什么觉得我们之间一定有话要说？因为硕次郎回来，虽然没有对我讲你的故事，但他找我做了烟花。从你的爸爸妈妈那里，我听到了你和硕次郎过去的故事。那时候我就知道，这烟花对你们有特殊的意义。
那就绝对不是无话可说，绝对不是，不是为了感受寂寞才放烟花的呀。其实我是因为迷茫才回来的，并不是我改变了曾经的想法，而是我觉得我的做法只是在逃避现实。我见识到了蒙德的自由，离月的契约，须弥的智慧，枫丹的正义，对我而言都有很深的感触。我庆幸我离开了道奇，但在我庆幸之时，我偶然听说道奇实施了锁国。我是逃离者，我因我的逃跑而骄傲，但实际上我真正应该做的是把这些外面的东西带回来。你还是天真的想要改变这里吗？不，不再是那么恢宏的想法了，我只是觉得逃走是不对的。明明你都没有逃。我过得并不好，也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，但就像听到了命运的召唤，我想回来看看的心情已经无法遏制了。谁又过得好呢？我非常崇拜雷电将军，将他的一切想法都奉为教条去执行，但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在惩罚锁国的违逆者，收缴神之眼。我没有想过成为天领风行众会做这样的事，我做的真的就是正确的吗？传留给你吧。我没法让你留在道奇，但我不想把你抓回去。但这样你不是没办法和上面交代？不用管我，我有办法。我听说现在外面的人想回道奇需要办理的手续很复杂，但总归还是有办法，我会帮你一把的。在那之前，你在外面等着我，别死在路上了。放心吧，加油，我还想和你一起看烟花呢。嗯，下次吧。哎，这下子会被降职吧？也老大不小的了，我怎么会做出这么幼稚的事？嗯，就是朔次郎想用来逃跑的那一艘，之前我叫艺高他们运到了这里，用的是暂放违禁品的说法，把朔次郎追到这里来，也是我早就计划好的。就像萧公所说，虽然当时我没下定决心，但我的行为已经暴露了我的愿望。但我觉得你做得很正确，而且你看，只要把这些话都说出来，心中的芥蒂是能化解的呀。嗯，我现在也明白了，谢谢你。没想到你这么敏锐，能看穿我的想法。因为我和你的爸妈很熟啊，他们都是特别特别好的人，那你一定也是好人。早听说长野原家后继有人，虽然有点鲁莽和吵闹，但名不虚传。对了，那时候的烟花，长野原烟花店是可以重现的吧？能为我做一个吗？不行哦，没有那个纸条我是做不出来的，纸条已经被朔次郎带走了。原来是这样，那就算了吧。别这么沮丧，我之前说了嘛，朔次郎回来就找我做了烟花，虽然不能帮你做，但是现在朔次郎已经没办法放烟花了，为了不浪费，就破例让你代替他放吧。非常感谢。嗯，可不要错过烟花会开始的时间了。这件事上萧公表现得很强硬呢。因为我喜欢说话嘛，我相信语言拥有强大的力量，不愿意沟通的话，问题就会永远留在那里，人们就看着看着，直到眼睁睁地错过所有解决他的机会。虽然朔次郎和嘉佑已经没办法回到从前了，但至少我觉得不应在心中留下懊悔。好了，跟我走吧，我带你去一个最适合看烟花会的地方，老爹会代替我把答应送给你们的那个烟花升上天空的。
无处遁逃。是人资谁的馈赠呢？满足，这次的烟花会也好看的要哭出来了。应该没有真的哭出来吧？我感觉眼眶湿湿的就是了。对了，你看到第一枚升空的那颗金色的大烟花了吗？那就是我拜托老爹为你们做的。哦，感觉很有气势，印象深刻。那就对了，那枚烟花我希望你们看过之后的感觉就是印象深刻。无论走了多远，遇到了什么，觉得动摇了或者累了，至少还能想起今天的烟花。我相信在时间的沉淀之后，这枚烟花在你们的心里会变得越来越漂亮的。对了，这样的话你们就是我的客人了。来，纸条也收好，想再看这金色大烟花就尽管来找我好了。不过在看烟花的时候，萧公，你好像变了一个人，什么也不说，也好像什么都听不到了。那个嘛，其实听到了，只是看烟花的时候我从来不说话，这是我的习惯。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安静地目送它升空，是一件有仪式感而又神圣的事。你刚刚问我对我来说烟花是什么，对吧？对准备船的更衣来说，他和三姐好像是要纪念友谊。对嘉佑的爸爸妈妈来说，他们纪念的是婚姻。而嘉佑和硕次郎，他们要纪念的，对对对，信念。对我来说呢？老实说，我从来没想过，我不知道。哎，我还以为能听到很震撼的答案呢。因为其实没什么人会问我这个。我也不觉得这是件很了不起的事，我只是碰巧生在了长野原家，碰巧在老爹的教导下学了这门手艺，碰巧认识了很多人，听说了很多事，知道他们都把心中珍视之物寄托在了烟花里，烟花一瞬间就消失了，那是和将军想要的永恒距离最远的东西，但大家的寄托可不会消失，那才是烟花存在的理。但也要这么想，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人把思念寄托在烟花里，长野园才必须存在，不然不是辜负了他们的心意吗？你知道吗，虽然我不怎么会去考虑复杂的事，但能生在长野园家，能做好多好多好多漂亮的烟花，我是非常自豪的。再到七成的日子好像也还不错呢，不过
过好像到了托马和令华所说的下一步行动的时间了吧。还是到木楼茶室集合，准备好了就去见他们吧。突然无事对燕枯坐，哼，如你所愿，长枪磨亮了。百千年依旧，人之在世却如白鹭与泡影，虚无。一定要干净利落。位置殿堂，岩石的重量令人安心。石的重量令人安心。干净利落，衣服都弄脏了。等下有点痛。
我会注意女仆的礼仪。收到，开装。我会保护大家。
演唱开始。无处遁的蔓延吧。好，哎，哼哼，哎，中头奖了。哎哼哎，超越芭芭拉，超越哼哎。准备好了吗？呀哼，记住你了，奥运看破。嘿嘿嘿，呀哼呀，无处遁逃。哦呵，嘿呀，呵嘿嘿，嘿呀，啊！哼，我会保护大家。打起精神来哟！嘿，哼，哼，嘿，等下有点，紫极智慧之电，哼，哼，嘿，哦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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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文采，到你输了啊！我会保护大家。哼，芭芭拉冲呀！呀，吼，哼，嘿，嘿，嘿，哼，
前衬，开始。微光无色。嘿。冲呀！全都看见。道光，意识永恒。水舞兽，哼，哎，奥影看破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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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呵，哎，哦，哎，微光无色，哼，打起精神来呀，哼，哎，记住你了。
不过须臾之梦。 送上门的时候，准备好了吗？开始。微光无色。此即智慧之殿堂，本下。终于到来时了。 Thank you.
无处遁逃。那明白。这手。无力。断绝。还是。刀。眼下有点好痛啊。当这个。哎。奥影看破。想用歌声带给人们同样的惊喜。芭芭拉冲呀！送上门的声音，来我家做客吧。你想看那年吧，好运当头，打起精神来哟。呸呸，呀，眼下有点痛啊。到头了，终于还是到。大家加油！无处遁逃，简称微光无声。哼，哎，那年吧。是源自谁的馈赠呢？
有点无处遁逃。这次是飘大了，多个对手也无妨。记住你了，这距离真近点啊！文仔，道老叔，微光无色，正宇，道光，好了，定是永恒。把纸精神来哟！幽灵，到，于此，蔓延吧，到，无处遁逃。到了。不过须臾之梦。飘大了，微光无色。我会保护大家。这趟不要运去哪的了。
竟是来自故土的刺客，还是妄图轻扰清澈之水的人？新现生灵的形体，纯水能化作林野百态，就用这水惩罚你吧。慢点吧，刺客，寂灭之时，无论什么形态都能变换，就是水的力量。打起精神来哟！地上的生灵，如果失去了坚实的土地，就无能为力了吧。无论什么形态都能变换，就是水的力量。水的可贵，自然也不理解水的恐怖。报应看破，生命终有尽时。大家加油哦！微光无色，立足之处被剥夺的感受，也体验一下吧。无论什么形态都能变换，就是水的力量。开始，报应看破。微光无色，无念，断绝。但只要百川奔流，雨露不休，水就不会消。说你懂吗？叫我停手。
影看破。打起精神来哟，无处遁逃。威光无胜，威水无兽。别跑，好像有点痛。威光无胜，我会保护大家。呀，哼，嘿，嘿，芭芭拉冲呀，嘿。准备好了吗？知识与你分享。威光无胜，此刻寂灭之时。鸿运当头，傲影看破。芭芭拉冲呀，无处遁逃。来我家做客吧，蔓延吧。荒谬，威光无胜，无念断绝。文凯，到你出马。记住你了，无处遁逃。我会保护大家，大家加油哦！傲影看破，哼，蔓延吧，哼，嘿，呀。向着星辰。
这样站下去，需要奉行大人过目的文件有这些。